astrologist gossiping. First of the month comes, gotta pay rent. Where the money goes slipping through my hands. I'm working with these hands. Little Johnny needs a lunchbox. Little Susie needs clothes and it won't stop. Banks calling us up and they don't care. It's more than I can bear. I gotta believe I can more than survive. Still one trick up my sleeve. We're gonna make this one shine. I gotta believe I can more than survive. Still one trick up my sleeve. We're gonna make this one shine. I'm at the edge of my life. I got no time to think twice. When I'm standing with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on my shoulders, I'm gonna fight the good fight. Cause I know I'll get by. When I battle every day through the pain like a soldier. Mom crying on the sofa. Dad comes home but he's not sober. With the family go up and smoke again. Feels just like sinking sand. Heard shouts in the backyard. Sirens ringing from a cop car. It's a rough day for this family man. I'm praying with these hands. I gotta believe I can more than survive. Still one trick up my sleeve. We're gonna make this one shine. I gotta believe.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犹他房产经纪戴丽，今天带大家来看一套位于 Sugar House 的全新独立屋。这个小区呢非常有特点，它位于非常成熟的一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是开发商买了过去的旧房子推倒之后重建的。这个小区目前一共有四套房子，然后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需要在那个名单上排队。这套房子样板间目前还没有人排队啊，它现在这套房子也出售，它的售价是86万9900。这个房子一共有2243尺，三房3.5卫。进到里面之后，我们详细介绍。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外立面，它是用了这种生锈的仿古的这个金属，搭配一个黄色的木条设计，很现代啊。这个车库在后面，我们稍后一起看起来。现在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里边看一下吧。这是前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门也是加高的。好，来到里面我们看，进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一层区域，这边是开放式的厨房。我们看一下这个厨房，我们看到的这个厨房里所有的电器都是包含的，通常是不包含冰箱的，这个也是包含的，所以这是一个定制正好符合整体风格的。然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微波炉跟这个外吸油烟机一体的，这上面是一个微波炉，看一下，然后下面是一个外吸油烟机，可以吸到外面的。大家看看这微波炉所有的数字按钮都是电子的，平时不用的话都是不显示的，很好。然后所有的这个橱柜都是做了这个阻尼，大家看看没有任何噪音，非常好。超大的台面，然后内嵌是一个洗手盆，脏东西可以直接扫到里面。还有这个水龙头，我们看也是那种升级过的，可以拿出来之后打开，然后蹬下来可以用各个方向，给大家展示一下，很方便使用啊，可以让您把那个所有的污垢都没有任何藏纳的地方。介绍完厨房，我们来这边看一下，厨房的旁边放了一个6人小餐桌，这个玻璃的台面增加了这个现代感哈。这个台面我们来看一下，它也是一个可以深入出来的，下面可以做一个3人的吧台当早餐台使用。往这边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家庭厅的地方，这里放了一个椭圆形半圆形的一个沙发，很有温馨感。这边还有大的窗户，都是可以看到外面的山景的。往这边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就是通往后院，通往您家车库。你看一下，这就是车库的位置，这里是一个 driveway， 这里是个两车库。这个车库门也是跟这个前院的金属是匹配的，也是一个黑色的金属的门，加一个玻璃窗的一个设置，上面那一条是玻璃窗。一会儿我们看一下车库里面停了一辆非常可爱的小车。
回到里面，这进门，这是从后门进来，这里可以挂一些衣服啊、包啊。往这边来，这边我们看一下，这就是位于一层的一个半位啊，方便一层的客人活动使用。这里是一个挂衣服的一个对开门的地方，也可以挂更多的衣服。这边就是通往车库，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可爱的小车，来看一眼，非常复古的一个小车，也是印有他们家的 logo。 Avery 在犹他是30年连续第一的房产建筑商，非常不错，他们家一直以高品质贯称。你们也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上边那一条那个窗户，玻璃窗户可以看到外面，外边是看不到里面的，很好。这套房子有一个主打的功能，现在我们去地下室介绍一下。这套房子主打功能就是它的绿色环保。现在我们先来到地下室，大家看，通往地下室的窗户基本也是在地上的哈，采光都可以进来。然后这个楼梯处也是非常用心，这么点的小区域做成镂空的，金属感很好，跟这边的扶手是相搭配的，那个楼梯的扶手是相搭配的。从一楼下来，地下室下来就是个全卫。这个全卫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淋浴喷头，这个淋浴喷头是一种特殊的设计，它比平时的用水可以节省50%，而且外观也非常可爱，我特别喜欢这种圆滑型的。还包括这个区域，这是干嘛的？这也是个啊，这是个手持的花洒啊，现在也是关掉了。就这一套设备是比我们平时家里用水可以省50%的用水。好，往里面来，这边是个储物空间。这个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储物空间利用的很完善，这是利用的楼下的地方。这边来，这边是一个客厅，现在布置成了一个木质的台球桌，很可爱。这木质台球桌还配上这个金属的配件。好，往里面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的能源的体现所在。来开开这个门，这个门是个锅炉房，二楼还有一个锅炉房。这个房子一共有两套锅炉，然后它可以保证里边的空气啊循环，然后达到最好的有节能的效果。这边是一个 tankless 的 water， 可以保证您用水的时候打开之后直接就是热水，不需要等待。你看我们平时房子里用水的时候，先打开水龙头流的都是些凉水嘛，我们要放一放再用。这个您洗澡啊，平时用水都是直接是热水，而且也可以让您长时间的保持用热水。如果您想淋浴或者泡澡很长时间，水质是一直是保持是热的。这边是屋子的一个中央的一个加湿器，大家都知道犹他很干燥是吧，这个是很必备的很实用的一个东西。这里我们介绍一个很好很实用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检查房屋漏水的一个装置，如果它一旦监测到房子里有任何漏水的地方，它就直接自动关掉，把房子总闸关掉，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您房子会遭遇什么水淹啊这些状况。这里很好的是把所有的网络线都规整在这个盒子里，显得很整齐是吧。好的，这里我们都介绍完了，我们继续看地下室的其他房间。它的每个层都设置了这种网络啊，电视的外接盒，很方便哈。往里来，这边就是地下室的一个套间啊，是一个卧室。这卧室一进来，这是个布如式的衣帽间啊，做了很多挂钩啊层啊，还是挺实用的。这边是一个卧室啊，大家看这个卧室的窗户采光也是不错的，你也可以把它作为办公室了。然后这个沙发后面也是做了像刚才我们说了有电视插口的盒啊。好的，那么一层地下室我们也看完了，我们现在去二层看一下。因为这套房子地处在比较繁华的区域，它也离街道比较近，所以他们家所有的窗户都是做了加厚的处理，所以隔音效果很好，而且所有的墙面也是做了加厚。你像标准的这个 insulation 呢是38，他们家是做到了59，既做到保温隔热，又做到了防音，隔离噪音，保持您房子内部生活的安静性，这都体现在他们家这个节能上。好，我们上到二楼，我们可以看二楼一下就挑高增加，这边有两个超高的大窗户，然后墙面，然后也是做了这个木质贴板，跟那个小吊灯的黄色相互呼应。
它的二楼我们看到这个扶手跟刚才地下室的扶手也是一样的，镂空的，金属感很好的现代感。来到二楼这个小区有一个小的走廊区，一个很小的 loft 了，然后这边有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山景，我们可以看到犹他的雪山非常的漂亮。穿过这个小的这个厅，这边有一个全卫，他们家全卫这个卫生间的橱柜跟一层厨房的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还是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淋浴房这个喷头跟下边也是一样，也是那种节能的。这边也是有个窗户，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外面的山景。往这边来，穿过走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就刚才我介绍的二楼还有一套锅炉房，这样就可以保证这个屋里的那个冷气热气可以互相顺利的流畅，保持节能性。这个走道的过程中往里来，往这边来就是二楼的第一个卧室，这是一个次卧，目前样板间把它布置成了办公室，大家可以看到从办公室的外面可以看到山景。您在办公的同时如果觉得疲乏了，直接可以眺望到远处的山。这边是这个卧室的这个衣帽间，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个衣帽间做了很多的这个隔断啊、抽屉啊，很实用。它跟主卧的衣帽间是一样的装修风格，我们可以去里面看。穿过这个，从这个卧室走出来，进入到主卧之前，这里就是一个双开门的一个洗衣房。我们可以看这个洗衣房虽然不大，但是它也做了很多吊柜，这样可以放很多您的洗护用品。往里边来，我们可以看这个走道的过程中，这上边都做了跟二楼一样的那个贴板设计，然后做了两个吸顶灯，很漂亮啊。往这边来，就来到这套房子的最主要的地方，主人的生活区域主卧。我们可以看这个墙面做了一个内嵌式的 built-in 的书架，这样可以把书籍放在上面，还有盆栽。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开放式的这个挑高的主卧，这个面这个顶也不是一个平顶，它是个斜顶，所以显得很宽敞，居住在里边空间感很好。这边一面墙有六个大窗户，可以看到远处的山。这一块空地我们可以看一下，未来会建房子，但它不会挡住您往左边看的所有山景，而且您到夜晚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城市风光，可以看到家里的点灯的亮灯。这里我们看一下这套房子的这个主卧的卫生间，这个主卧的卫生间做了两个洗手盆，非常棒的一点我们想介绍这里，这是一个声控装置，它可以控制这边的这个喷头，当您对它说Alisa 或者是 Siri 请帮我打开一号喷头，比方说女主人喜欢的一个水温，那么它就会自动设置好。然后如果男主人进来的时候，男主人喜欢凉一点的水，可以说 Alisa 请打开二号喷头，它就会自动设置好，这样就不需要你每次调节。这里有除了这个智能控制这个喷水花洒这个东西以外，这个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这个镜子是晚上是可以关上的，这样您晚上还有个小夜灯的装置，可以夜间进来的话不会太黑暗。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卫生间所有的墙面，我们可以看一下都贴了瓷砖啊，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您这个房屋的干燥性。好，我们看这里，在淋浴房的旁边，这里边还有一个盆浴，盆浴的旁边搭配了这个窗户，也是可以看到远处的山景的。这个淋浴间它除了淋浴房之外，它在这边还设置了一小条这个可以坐的区域，这样的话您如果带小孩啊洗，这里边还比较方便。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可以控制一号，设置好一号二号水温，很方便哈，越来越智能了。这边还有一个干燥的马桶间。我看完了主卧的卧室跟卫生间之后，我们看一下主卧的衣帽间。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主卧的衣帽间还是很大的，跟刚才另外一个卧室的衣帽间装修的这个风格柜子是一样的，而且这边还有个小窗户，这个衣帽间这边还有个窗户，也能看到外面的山景，很棒。我们可以看这边还做了很多这种抽篮啊，然后吊挂的地方啊，抽屉可以容纳很多女主人的这个衣服包包首饰。这边还挺逗啊，这个柜子它是做成这个形状的，你看一下上面拍了一个这种大吊灯。好，
好，这套房子呢我们就看完了。这套房子位处非常好的 Sugar House 区域，它的主打呢就是它这个房子的能源性、节能性跟智能性。这个房子所有的这个控制温度的这些都是智能的，然后这个墙面还有窗户都做了加厚隔音保温的效果，所以说这是一套非常完美的房子。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请联系我吧。目前的售价是86万6900，开发商需要返租8个月，每个月会提供$2000的租金，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收益。8个月之后，您就可以入住您的爱房了。如果您对这个小区的其他几个户型感兴趣，也请联系我。更多信息请私信。谢谢您的观看。